这个三十七岁的时候，在政府里面就负责处理两岸事务。报告，进度，报告，进度，报告完毕。捍卫民主，一直是我们国军。 埃达莫娃中议长在强大的压力之下，也依然率团来访，再次展现对台湾的强劲的支持。这也是对于各自坚持。 再次展现对台湾的强劲的。